各位早晨，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即将开始，提醒大家将你们的手提电话这个铃声删了它，那我们有一个宁静的崇拜的时间，多谢大家的合作。首先是报告，好欢迎大家参加今日的主日崇拜。今日是张林节的第二个主日。在网上边的弟兄姊妹咧，请你哋记得，你要你嘅房咧，你嘅崇拜嘅地方必须系要安静嘅，而且咧只系喺宣召嘅时候先至可以开你嘅麦。其余的崇拜时间要静音，特别是我们唱诗的时候。好多谢今天为圣坛鲜花弟兄的姊妹的奉献，有谭明环兄，有何玲姐，有陈依琪，有陈海璇姐 ，CK and Mabel Nina Manuel Moore。希望大家咧继续为这个事工来奉献。将你们的奉献放入在这个有特殊的标签的信封里面，写上你的英文名，但一定要注意你想要献花的日期。如果你不注明，就会由教会安排你的献花日期。崇拜过后，请大家留步，一起和中英文堂的弟兄姊妹享受茶点、交谊团契。请大家报名参加清洁的工作，报名表在后面的交谊厅上面。中文堂的成人主日学在上午10点45分到12点，地点在副堂。感谢 Sam 弟兄的带领，如果未能参加现场的朋友，请你们使用郭牧师寄出来的 Zoom 连线去参加。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张林节的其中，这段时期是等待的时间。我们要预备自己，灵修悔改，并且等待基督的降生和祂第二次的来临。我们将于在12月24日的主日举行圣诞主日联合崇拜。当日咧好开心咧，我哋有里头嘅弟兄咧，亦都要接受洗礼同埋入会。好咧，希望大家咧都踊跃出席观礼同埋见证，同众主恩，欢迎大家咧，亦都系带一啲点心翻嚟教会，咁喺崇拜之后咧可以一齐去享用嘅。我们要庆祝圣诞，并且欢迎里头弟兄加入我们这个信仰的大家庭。我们要买26盆的圣诞花来到布置教会，欢迎大家认购。要庆祝主耶稣的圣诞，并且纪念你的亲朋戚友，一盆就是15元。请你将你的奉献放在圣坛鲜花专用的信封，并且要写明圣诞红和你的要买多少盘呢？那就是12月17号截止。这个屋伦和阿拉米达小区的消息，双塔教会将于在12月21号下午6点钟举行这个叫做蓝色圣诞崇拜，欢迎大家参加，特别是心情忧郁的朋友，以及12月24日下午6点钟将会举行这个圣诞夜烛光崇拜，欢迎大家参加。这一个崇拜是以英文来进行的，请大家为以下这些事项去代祷。我们为教会中独居的长者代祷，包括在安养院的国权弟兄和 Kenneth 弟兄，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姊妹得到上帝的医治，早日康复。 Helena、 永心兄、红红姐、我自己、贵喜姐、允太的仔 Raymond、
亦都要为今年失去亲人嘅人、失去亲人嘅家庭去代祷，求主赐安慰与盼望，继续人生前路。为今年已得到嘅雨水去感谢，求主继续用丰沛嘅雨水祝福加州。为世界和平祷告，特别系以哈之战同埋乌俄战争早日停战。纪念在战火中失去亲人的人们，求主安慰，赐给力量与盼望。亦都为各地反犹太或者是反巴勒斯坦的仇恨攻击代祷，求主帮助人们懂得用爱来到停止仇恨与伤害。亲爱兄弟姐妹，今天是上帝所造的日子，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在这个日子来欢喜，来敬拜赞美他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呢，今天已经是12月的第二个主日哈。那上星期我们呢没有为这个月份的兄弟姐妹啊，出生的兄弟姐妹来祝福，我们今天就要来为他们祝福。这个月出生的兄弟姐妹有这个 James 安琪哈，就是 Lucy 的孙子啊，还有 Jennifer 就是这个红梅姐的女儿哈，她很会做这个海报，画得很漂亮的啊，还有秦燕是功课室的家长哈，她的女儿也因为功课室儿童福音的这个缘故，她也受洗了哈，所以呢。我们也要纪念她这个生日，还有这一红姐妹哈，一红姐妹12月16号哦，耶、yeah! ！我们也有一个圣诞 baby， 就是红梅姐，正12月25号出生，哇哦！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啦，哈，好。所以呢，兄弟姐妹，我们呢真的是怀抱着感恩的心，还有高兴的心来为这些兄弟姐妹祝福。那我们举起祝福的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真的是用爱来创造我们，你也用爱来扶持我们的生命。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，你赐给我们啊，关爱我们的人，扶持我们的人，甚至有些人，是用严厉的态度。可是他们也是帮助我们的，我们为种种这些恩典献上感恩，我们为这个月份所出生的姐妹啊来献上感恩啊，我们有 James 啊，他的工作一切顺利，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带领他啊，说不定有啊更高的这个理想，求主你也来带领。我们也有啊 Jennifer 还有红梅姐，我们也仰望他们在你的手。因为他们才来这个国家啊，不久移民的生活许多的挑战，我们恳求你来帮助啊 Jennifer 她的英语学习，还有在学校的学习一切顺利，并且安排最好的朋友在她的身边，能够让她在这里的学习不仅是功课上的，还有文化上的，甚至还有品格上的。神，我们也恳求你的灵每天与她同在，让所有的恶事都不侵扰他。我们也恳求你帮助红梅啊，作为母亲，在一个异乡为女儿的这个教育啊辛苦。我们恳求你保守她的身体健康，她的心灵是安宁的，因为主有你的同在。我们也为一红姐妹来献上感恩。神，我们知道她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大的贡献。他在电台啊散播许多良善的这个消息，还有知识。神，求你继续的帮助他的工作啊，也祝福他跟他的家人在这里的生活都得到喜乐和和谐。我们也仰望啊我自己啊，在这个教会的服事，神，我深深的感谢你给我服事的这个机会。这是你丰富我生命的一个恩典，求主你就加添你的智慧与力量在我身上。我们最后也纪念秦燕姐妹啊，我们这个家功课室的家长，神，我们看见她在功课室有许多的帮助，我们继续恳求你用爱心来支持她，还有她的家庭，我们也恳求你将
许多的喜乐来赐给他们，一切生活上的事情都得到顺利。最后我们也仰望我们亲爱的姐妹 Helena 姐妹，在你的手中，我们仰望你的恩典，我们恳求你的怜悯在她身上。所以我们看她身上现在有一些很不舒服的症状在困扰她，但是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她的身体虽然辛苦，但是她的心却不辛苦，因为她有坚强的信心仰赖你的恩典。我们就继续恳求你继续的帮助她，用你大的圣灵来医治她，透过医药的帮助让可以减除她身上的痛苦，并且她身上她的脚的肌肉可以渐渐的恢复强壮。神，我们所求所想的你都已经知道，我们为求之前你已经知道了，就求你来聆听，来应允，来成全。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现在是宣召，请大家起立。在我圣山的片处，一切的狼、豺狼、豹子、狮子、熊和毒蛇都不伤人，不害物。到那日，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。我们所跟随的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耶西之根。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喊说：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我们也能蜡烛希望之中果子之中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是迈向上帝应许的一群人，同时也提醒世人，有人在黑暗中紧紧抓住希望，有人在努力在建立和平。我们恳求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以马内利。请坐。我们今天将会燃点第二支蜡烛。
家是诗歌颂赞。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，今日是张林节第二个主日。今天是张林节的第二个主日。这是我们等待期盼。这是我们等待期盼。耶稣基督的降生与他的第二次来临。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他第二次的来临。我们要警醒。我们要警醒。要悔改。要悔改。清洁我们的心灵。清洁我们的心灵，静心等待，静心的等待，以马内利必定降临，以马内利一定降临，为我们众人大开天门，为我们众人大开天门，关闭人间痛苦路程，关闭人间的痛苦路程，欢欣欢欣，欢欣欢欣，以马内利必定降临，以马内利必定降临。走到神的祭坛，我要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地方去，到我最喜乐的地方去，喜乐的神那里，喜乐的神那里，每一个人都喜欢开心快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开心快乐。原来神的祭坛是最喜乐的地方，原来神的祭坛是最喜乐的地方。
神啊，神啊，我哋要击鼓弹琴称颂你。我们要击鼓弹琴称颂你。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。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。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颂。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颂。天天传扬他的救恩。天天传扬他的救恩。他在万神之上。他在万神之上。当受敬畏。当受敬畏。就像谁的吉他，当我真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颂你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颂你。我就像谁的吉他，当我真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颂你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颂你。你不要向耶和华唱新歌。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唱颂他的名，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说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说说他的知识，因耶和华伟大。大声极大地赞美，他在万神之上，当受敬畏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赞颂他的名，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。传扬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知识，因耶和华伟大，大受极大的赞美，他在万神之上，当受敬畏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。在万民中述说他的知识，因耶和华伟大，大受极大的赞美。他在万神之上，当受敬畏。Amen. Amen. 请大家同心低头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今日的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你是配得一切颂赞荣耀的主，帮助我们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，传扬你的慈爱，让我们在敬拜之中与你更加亲近，更加明白你的心意。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当中，使我们透过诗歌、敬拜以及牧师的信息，与神有美好的团契，能够与神同在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。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战争，都没有一个时间表，没人知道几时先完结。求主的圣灵临到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身上，让他们有怜悯的心，不要再伤害更多的百姓。求主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，尽快计划
和平谈判，早日停止战争。求主继续保守教会独居的长者，求主常赐他们有喜乐和和平的生活。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，有长期痛症未能复原的弟兄姊妹，求主赐奇妙的双手为他们医治，并赐他们的心灵平安。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请同了主祷文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现在是经课的时间，是请 Lucy 读经。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到八节。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：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。有旷野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：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照这话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他传道说：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，感谢上帝。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自己站在这里有一点寂寞哈，我习惯旁边有人了。Christine 在笑了哈，旁边神在你旁边。是的，好，兄弟姐妹，有一位刚从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，有位刚从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，被派到他第一间的教会去服侍了，然后派他去第一间服侍的去教会服侍。有一天呢，他就带着太太去跟自己的家人一起吃午餐。有一天呢，他就带着自己的太太和家人一起去吃午餐。那吃饭的时候呢，这个传道人的妈妈，也就是这个婆婆了，那就觉得这媳妇今天不怎么高兴。吃饭的时候呢，这个他妈妈即是这个奶奶了，就觉得这个新抱呢不是挺开心。但是他不想好管闲事，就假装没有注意到。但他又不想管闲事，就假装不知道。他想大概就是夫妻吵架嘛，哈，可能想下都是大家夫妻吵下架啫。那吃完饭，这个夫妻就要回家了，哈。吃完饭之后呢，这对夫妻呢就准备离开了。
离开的时候，她的婆婆就无意间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就了解为什么这个媳妇不开心了。离开的时候呢，奶奶呢就听到他们的对话了，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开心了。这妻子就说，做妻子的就说了，好啦，我们现在就去教会了。好啦好啦，我们现在去教会啦。我再让你练习一下怎么帮会友洗礼。我给你再练习一次呢，怎样可以帮会友洗礼。但是你要答应我。但你要应承我啊。以后呢，你第一次主持葬礼的时候，以后当你第一次主持葬礼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叫我让你练习。你不可以叫我呢帮你练习。传道人很辛苦的。传道人是很辛苦的。其实啊，我觉得找真人练习洗礼是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必要了。牧师就讲了，即系认为如果找真人去练习洗礼咧，真系冇咁嘅必要嘅。要在脑袋里练习啊。在个脑袋里面洗。那真正必要的练习是什么？是真的去实践洗礼的时候所做的那个盟约，对不对？真正必要的练习是什么？就是实践洗礼所应许的盟约。当我们如果认真的实践我们洗礼的那个盟约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不一样了。当我们认真实践这个洗礼的盟约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了。所以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在旷野里，他所传扬的是悔改的洗礼。就因为是这样，施洗约翰在旷野就是传扬悔改的洗礼。他叫人要悔改，然后给人施洗。他叫人悔改，帮人洗礼，将使罪得赦免，并且可以令那个罪得赦免。我们知道在洗礼的意义里面有包含这个洁净的意思。我们知道洗礼里面呢有包含洁净的意义，洗净人过去的罪恶，就是洗净人过去的罪恶。那犹太人他们从小就有这种洁净的仪式的。其实犹太人呢从小就有这个洁净的礼仪，那是常常都要做的，他是经常要做的。所以只有外邦人要皈依犹太教的时候，才要接受这样子正式的洗礼。只有外邦人要皈依这个为犹太教的时候，才需要这样的洗礼。那么为什么施洗约翰还要叫他这些犹太人同胞都来洗礼呢？但是为什么施洗约翰还要呼吁他的犹太人同胞接受洗礼呢？因为他认为犹太人虽然是上帝的选民，可是他们并没有悔改。因为他认为犹太人虽然是上帝的选民，但是他们是没有悔改。如果没有内心的洁净，那么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一样的。如果有内心的洁净和外邦人有什么两样呢？就上帝是圣洁的，上帝是圣洁的，他的百姓也要保持圣洁才对。他的百姓也应该要保持有圣洁才对，这样子才能跟这个选民的身份才是相称的，这样才能够与选民这个身份相称。这对 马可福音的作者来说，对于马可福音的作者来说，施洗约翰的出现还有他宣讲的这种悔改的信息，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现和他宣讲悔改这个信息，正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还有这先知这个马拉基的预言。这个正是应验了这个先知以赛亚和马拉基的应验。这个预言就是说，在主来到之前会有一个使者会先来。这个应验就是在主的来到之前呢会有使者先在旷野中出现。马拉基书更说明了这个使者呢就是以赛亚。马拉基书讲明了这个先知就是以赛亚。所以当这个约翰出现在旷野的时候，当这个他出现在旷野的时候，然后他的 穿戴的衣服啊，他的生活的方式就像以赛亚一样，犹太人就知道哦，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。他所穿戴的讲嘢咧，佢就知道个先知出现啦。
所以呢，他们就很要紧的赶快去要找他来帮他们洗礼。所以呢，佢就好赶快咧就揾人嚟依个揾佢嚟洗礼，预备主的道路，预备主嘅道路，修直他的路，修直佢嘅路。施洗约翰所传的这个悔改的洗礼，就是要把我们心中的罪恶来洗净。这个施洗约翰传扬的就是要将我们的罪洗干净，把我们心里面那一条路，我们的心路，心的道路，能够清除那些阻碍我们接近主耶稣的这些障碍物。就将我们心中归向主、向上帝的道路，那个心的道路清理干净，清除那些障碍，不可以让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有障碍。我们上星期有提到，耶稣是要取代旧的圣殿，成为新的圣殿，对不对？上个星期提到呢，耶稣要取代旧的圣殿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到那个圣殿呢？咁我哋点样可以到嗰个圣殿呢？我们的新的道路如果有障碍物，我们就到不了了。如果我哋有某些障碍物，我哋就去唔到啦。我们知道我们心脏的血管，我们的血管如果堵住了，会怎样？如果我哋知道我哋嘅心血管堵塞咗，会点啊？爆血管、中风、心肌梗塞啊，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。或者可能会爆血管、心肌梗塞，这种情况是很严重。那么什么会造成我们信仰的心肌梗塞呢？那有什么造成我们有信仰的心肌梗塞呢？让我们的心去不到耶稣那里，就是我们的心去不到耶稣那里，让我们没有办法跟耶稣产生连结，没办法我们跟耶稣产生连结。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对不起，没有信仰的活力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见证，就没了信仰的活力和见证，然后我们的生命里面完全没有爱的力量，并且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没有爱的力量。什么样的阻碍会造成我们这么严重的事呢？那有什么情况下造成这么严重的事呢？那先知以赛亚还有先知马拉基，那么久以前的人都不知道心肌梗塞这样的事情嘛，哈。先知以赛亚和马拉基咧，根本唔系咁耐之前唔知道咩系心肌梗塞呢个词，所以他们就用道路来做比喻。所以佢哋咧就系用道路嚟作比喻。道路就是大家每天都看到的，大家都知道的东西。道路咧系大家每日见得到嘅，大家都知道嘅。维持道路的清洁呢，是交通安全的第一要务。维持道路的清洁是交通安全的第一。有没有看到高速公路上，或者是我们这种 local 的道路，常常有工程车在清洁？是不是经常看到在高速上面呢，都有工程车在这里专门清洁呢？清除什么？石头啦、铁钉啦，这些还有什么？垃圾，对，很多的垃圾啊。清除啲乜嘢咧？就系、是、石头啦、啲铁钉啦，同埋啲垃圾。我以前听过一个真的是不孝商人的笑话啊，就是说一些修车厂会在他附近的道路去撒铁钉啊，那么轮胎扎破了就会找他们修理。以前咧就听过啲垃圾场咧就经常喺啲路度撒啲钉啦，然之后啲车过咗之后咧，爆胎你肯定要揾佢整噶啦。那古时候呢的道路，不像我们现在都是柏油路，都是什么泥土的啦、石头的啦，对不对？咁啊，以前嗰啲路咧，唔系好似而家啲咁嘅路。以前啲路咧系啲咩嚟噶？啲水泥路啦、石头路。那一场暴风雨下来。一场暴风雨落嚟，可能路就被堵住了啊，土石流来了，或者可能啲路就被堵塞了，或者呢路就不见了啊，或者甚至条路都唔见埋。我们也可以想象，那个时候要修整道路是更困难的工作。谂一下以前维修呢个道路个工作咧更加困难。但是
尊贵的主就要来了。但是我们尊贵的主就要来了，我们要欢迎他来，我们要欢迎他来，所以一定要努力的把这个道路修好。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将这个道路清理好，要把上面的障碍物都清除掉，将上面的障碍物都全部清除了。这是敬畏的一个表现，这个是敬畏的一个表现。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的问题，什么是我们这个新的道路，我们新路那块阻碍的大石头呢？回到刚刚思考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新的道路，就是那块阻住我们的大石头。什么会造成我们信仰的心肌梗塞？就是什么造成我们的信仰心肌梗塞？就是我们里面的罪了，就是我们里面的罪，就是那些不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，就是那些不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，那个自私、自私、怀疑、怀疑、嫉妒、妒忌，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做出伤害人的事情。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做出伤害人的事情，所以都会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所以都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，破坏我们与人的关系，破坏我们与人的关系，还有破坏我们与自然的关系，也都破坏我们与自然的关系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来清理这个新的道路，我们新路的这些障碍物呢？我们怎样来清理我们心里面的道路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紧紧的跟主耶稣连结呢？让我们心里面紧紧和主耶稣连结。第一个，我们一定要能够看到自己的罪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看到自己的罪，我们要向自己承认我们有罪。我们要向自己承认我们自己有罪。我已经讲过，我们讲的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讲的罪，不是杀人放火这样的干犯法律的这种罪。牧师之前都提过了，这个罪不是说杀人放火那种的罪，不符合上帝真善美这样心意的事情，那就是罪了。不符合上帝真善美的，这些就是罪了。那在新约那个罪呢，就是 off target， 就是没有 正中那个目标，好像射箭没有射中那个标靶这样子，离开标靶了。那个标靶是什么？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，那个标靶就是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真，上帝的善，上帝的美。我讲太多，是讲了好多。off target 咧，即系话有个标靶喺度咧，你系射唔中嘅，所以没有射中，那就是罪了哈。冇射中嘅嗰个就系罪啦。其实我们呢，常常对我们自己的过犯呢，我们有时候知道我们有过犯，可是我们会像鸵鸟这样子，眼目不看，我们就没有看到就好哈。有时咧，我哋知道自己系有罪，但系就好似个鸵鸟咁。自己看不到，觉得自己看不到就算了，就不要去想就好了，就是这样。不要去想，就不觉得有罪了。因为我们不想面对自己丑陋的一面，因为我们不想面对自己很丑陋的一面。但是呢，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呢，是恢复正常关系的第一步。但是对自己承认自己错误呢，是恢复正常关系的第一步。第二个，我们必须向人来，向特别是受害者来认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呢必须呢向受害人来认罪。那罪会造成伤害，会造成这个关系的阻隔。罪可以造成伤害，并且这个关系的阻隔。那这圣经教导我们，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去崇拜，我们要献祭之前，我们要给上帝要跟上帝有好关系之前，我们先要跟我们的兄弟姐妹有好的关系。你去崇拜之前呢，你要想与人有好的关系，首先就要有和上帝有好的关系。颠倒了，我们要跟神有好的关系之前，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兄弟姐妹有好的关系。
我哋同神有好嘅关系，首先与弟兄姊妹有好嘅关系。我们要去除跟上帝的阻隔之前，我们要去除跟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个篱笆。咁我哋去除我哋同上帝阻隔之前，我哋需要想办法去除与人之间嘅篱笆。兄弟姐妹，哪一种比较容易呢？向上帝认罪比较容易，还是向人认罪比较容易？嗱，我哋觉得弟兄姊妹，我哋觉得咧，向上帝认罪同埋向人认罪，为什么这样咧？边样容易啲咧？为什么对上帝向上帝认罪容易一点？点解向上帝认罪容易一啲咧？因为神爱我们，他一定会原谅我们，yeah? 因为我知道人，上帝一定会原谅我哋。他不会当面骂你，佢亦都唔会当面闹你。没有，而且我觉得重点是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他就是完全的全能，啊，完全的良善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啊，他会包容我们。神是良善，佢知道我哋嘅软弱，会包容我们。同埋包容我哋，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认错，啊，向他认错，好容易去认向佢认错。但对人呢？但对人呢？就有面子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好像我认错，我好像我对人认错，我的这个位置就低一点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自尊就没有那么高了，哈。或者向人认错咧，觉得自尊咧就低咗啦。所以我们向人认罪呢，就是更困难的，我们根本有时候开不了口。向人认罪呢是很困难的，因为开不到口。但是呢，人的心啊，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谦卑下来，去经过我们觉得是耻辱，其实没有那么耻辱了，只是认错而已。就你的心没有经过这个阶段呢，没有为自己的过错感到深深的抱歉，那就不是真心的认错了。如果人呢，如果冇依个谦卑落嚟，咁依个为自己个过错感到抱歉一个阶段呢，就唔算系真心嘅认错。这样是很难得到饶恕的。依个系好难得到嘅饶恕。如果没有饶恕，当然关系不能完全恢复的。如果冇饶恕咧，这个关系就咧唔可以完全嘅恢复。总是觉得有什么芥蒂在当中，总系觉得有啲咩芥蒂咧喺当中嘅。那最后我们一定要向上帝来认罪啦。最后咧，我哋咧一定要向上帝认罪，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做的不完全，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我哋知道我哋做得唔完全，得罪咗上帝，系亏欠咗上帝嘅荣耀。只要我们用谦卑的心，我们用真的是觉得抱歉的心、羞耻的心来向上帝认罪。我哋咧系要用谦卑同埋羞耻嘅心向上帝认罪。上帝必不看轻那些忧伤痛悔的心灵。上帝咧系必唔会看睇轻嗰啲忧伤忏悔嘅灵。一定会赦免的，一定会赦免，并且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这样子认罪的时候，上帝会赐给我们力量，并且我哋咁样认罪嘅时候咧，上帝会赐俾我哋力量，真的可以悔改哈，真嘅可以悔改。悔改的真正的意思就是 turning 转过来哈。悔改真正嘅意义咧系 turning 就系转过来。本来我是走这条错路的，但是上帝就会帮助我看见这是错的，我认错了，他就给我力量可以转过来。上帝见到我们所走的路是错的，因为上帝的爱就将我们将我们所走错的路就转过来，所以就不会一直去走那个犯错的老路了，就不会一直走这个犯错的那条老路。兄弟姐妹，弟兄姊妹，希望今天的经课可以帮助我们。希望今天的经课可以帮助我们。在这个降临节期，在这个降临节期，想起我们的洗礼，想起我们的洗礼，与主之间的那个盟约，同埋主，我们同主之间的盟约。第一，我们感恩自己的罪得赦免，得洗净。我们要感恩我们的罪得赦免，得洁净。使我们可以得到新生命，让我们得到新生命。那有可能我们洗礼已经很久了，
或者我哋已经洗礼咗好耐啦。那我们要小心哈。咁我哋要小心啊。我们要常常检视自己。我哋要成日要检测下，是不是检视下自己？是不是那个洗礼的那个、哦、高光时刻、啊、已经太远了，记不得了啊。是不是洗礼高光的时刻已经来得太远了，不记得了、啊、我已经忘记那个感动了，那个圣灵的能量在我们里面的那种感受、啊、或者已经是忘记了那个圣灵的感动的感受了，甚至我们对罪恶的敏感度都已经迟钝了，或者对罪恶的敏感度已经是迟钝了。兄弟姐妹， 我最近在跟李涛弟兄上这个洗礼的课程、啊、弟兄姊妹，最近牧师同李涛弟兄上这个洗礼的课、啊、我跟他强调、啊、那么牧师就强调了，洗礼呢不是表示我们已经就完全了、啊、洗礼并不是已经是完全的，相反的正是开始而已，而是正式开始，开始要走这条成圣的道路，开始走这条成圣之的道路。我们要学像上帝、像耶稣这样子圣洁，我们要学习好像主耶稣这样的圣洁，所以我们要走这条成圣之路，所以我们要行这条成圣之路，渐渐的更圣洁、更完美，渐渐的更加圣洁、更完美。这条路走到死都没有算完啊！这条路行到死都未算完，要走到见主的那一天，要走到见主嗰一日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洗礼感恩，所以我哋经常要为我哋嘅洗礼嚟感恩，经常要来反省，经常嚟反省，清除那个新的道路上面的障碍。清除道路上的障碍，这样我们跟主耶稣有紧密的连结，跟主耶稣有紧密的连结。兄弟姐妹，我要请大家答应我一件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答应牧师一件事，绝对不要让信仰的心肌梗塞 发生在你我的身上、啊、绝对不要让那个信仰的心肌梗塞。我要看到大家充满信仰的力量。牧师说要看到我们大家要有充满信仰的力量，爱神爱人，爱神爱人，永远有那个爱的力量在我们里面，永远有爱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。阿们。阿们。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。越当河边越喊宣言，说主降临记在目前，星星静听快乐消息，万王之王降至人间，慈悲之主救赎洪恩，护我平安上赐丰隆，若无主恩我必消灭，若花如草转眼成空，上主生子救世之君，从天而降解放万民，与主圣父并主圣灵同受赞美，无穷无尽。而家系奉献嘅时间，请大家将你嘅奉献嘅信封放喺奉献盘上边，然之后咧喺两边嘅路行翻去你嘅座位。
在我们领受上帝祝福之前，我 要提醒大家，也邀请大家可以 sign up 哈，那个清洁茶点清洁的工作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清洗那个茶壶，然后把那个盘子收回这个厨房，就这样而已啊，很简单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的主人啊，就是说都可以服侍啊，一起来帮忙这些事情哈。好，兄弟姐妹，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全能，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，默祷，闭会。